哥林多后书第八章。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证明，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，再三的求我们，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，并且他们所做的，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因此我劝提多，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，就当办成了。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，是与你们有益，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，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，如今就当办成这事。既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，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。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，但自己更是热心，情愿往你们那里去。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，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。不但这样，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，可以荣耀主，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。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，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，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，就更加热心了。论到提多，他是我的同伴，一同为你们劳碌的。论到那两位兄弟，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，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，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。Thank you.
Thank you.